怎么了？手太凉了，怕冻着。你知道凉还不多穿点衣服。你给我发消息的时候，我正在楼下倒垃圾，来不及上楼拿衣服了。那我在火车站又走丢不了，你着什么急吗？ 我刚出洗手间的时候又撞了一下，你们家怎么到处都是箱子？没事儿，等我一下。 室友说什么了？他问我们俩明天早餐吃什么。 你室友，你们还真不愧是室友，这么投缘。
办法。 Thank you.